小伙伴，欢迎收看悦耳音乐酱，我是小薇薇。相信很多的80、90后都是伴随着网络歌曲长大的一代，有这么几位网络歌手在当年可谓是红遍网络，由于他们的歌曲太火，在当年你不想听都难，不信吗？那就一起来挑战一下吧。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会，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10000个郑源，一个天天后悔的歌手，公认的情歌王子，开创了独特魅力的原式情歌，凭借10000个理由迅速走红网络，霸占彩铃排行榜。他成为了继刀郎、庞龙之后又一个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网络歌手，沙哑的嗓音当中还略带一丝忧伤，让人回味无穷。一个天天犯错的歌手，每逢那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搓搓搓石握的搓，总能让人情不自禁的哼上几句。这首歌呢还火遍了东南亚，越南版常常被网友拿来调侃。他演唱的歌曲大部分都是自己创作完成的，不仅让外界看到一个在音乐创作及演唱上更加全方位发展的全能艺人。爱一起 baby 别哭泣，我依然疼着你。欢子，一个天天失恋的歌手，凭借《原谅我一次》一战成名，这首歌也成为全国各大 KTV 热门点唱歌曲，同时呢也获得了2010年年度广东内地流行音乐颁奖10大金曲奖。他沙哑的特色嗓音撕磨出种种苦涩，总能让人沉醉其中。他演唱的歌曲并不华丽，但是每一首歌呢都唱出了人们内心的情感。 Baby 别伤心，我依然爱着你，想见你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好空虚。 Baby 在一起， Baby 别哭泣，我依然疼着你，念着你，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早该想到这样的结局，你想要的我无法给予。冷漠，一个天天看透了一切的歌手，他曾经的最经典、最热火、最深情的歌呢，就是情感曲《小三》。在当年呢，这首歌也是火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可能是他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他的歌里充满着非常浓厚的感情，创作风格非常细腻而感性深情。谢谢。一起唱歌，无情。谢谢。你把爱情当成金钱的交易，不再委曲求全挽留你，就让泪水冲去爱过的痕迹。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让我们下期见吧，拜拜。